主播什么时候晋级钻石？不好说，两把的事儿。说快也快，两把的事儿。这倒居然漏了。被压是很正常的啦，兰博前几集是很猛的。他开始放线了。两个技能才打他个骸骨，他这个护盾太厚了。压了七刀，骸骨好了。搞什么啊？高频火焰喷射器，这个线可以卡住。换了个双招啊，但是也不算太亏。我推荐他要亏线的。
我这冰女呢？冰女回家了，我操！5-0-0-1-0啊，这你这，也没问题啊。我们慢慢玩，他是一个团战英雄啊，但是对面好像也是团战英雄啊，没事啊，团战英雄一有差距，慢慢来啊。我操，游龙局，好好好，游龙局，兄弟们，你口有闪现，这没办法。哎呦，这真是一波烂线。他闪现一样的，应该懂我意思吧？他的闪现跟我的一样的。好兄弟机器人，好攻，这把赢了，算你立大功啊，真是大功一件啊，不枉费我对你一番栽培啊。
放心啊，我一定给你论功行赏。感觉要被越了，各位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，机器人啊？你这是叛变了？确实小炮游龙局，他俩无敌了。好看，嘿，越应该不好越了，算了。妮蔻没闪现了，哇，宝石好开，开的好果断，他这波很赚的，把妮蔻闪现打出来了。妮蔻进场比较依赖闪现的，没闪现很呆呀、啊。看来我的进阶要稳固了，这把赢了再赢一把，进阶就很稳。囚禁
还能打，我操！啊，冰女人呢？算了，整天没 A 出来。我感觉你咬他，他死了呀！我操，不行，机器人有点猛的，小心啊！这不我不应该放技能，我应该先 A 啊，先 A 我也能活下来的，放技能去了。够了，转，不该放技能呀，这不傻逼了，直接一刀焚天 A 有时候比平 A 更好用啊， A 回血更多呢，那下次记得别他妈老乱放技能，这不平 A 绝对回起来了。哦，看来我来对地方了，你可没闪的，有个金身，啊，直接绕后嘛，看看不用绕后了，把他逼过去就行。平 A 随便吸得起来的，喏，你看这吸血多猛。就平 A 不要乱放技能，平 A 比技能吸的多太多了，放技能反而吸不起来。啊啊！别闹！因为五个人都死了，哦，螳螂没闪现。还是平 A 好用啊，四个人够了。
又让你混了，我怎么又混了啊？我没有作用吗？啊，我又没有作用啊？我觉得我有作用啊！啊，我是没打伤害吗？啊，别急，我们看一下输出啊。哦